由台北市立动物园举办的中青老年体验营，带着校园体验虚拟 AR 动物实景虚拟生态展示，让长者透过活动了解到台湾将要登场的动物。除了是鼓励长者去走出户外，并透过活动嘛做伙爱护台湾将要登场的动物。台湾将要登场的动物之一石虎，透过讲师的介绍，来了解到伊是新高知识，同时透过互动抽答游戏，加深大家对登场动物亲切认识。由台北市立动物园举办的登场动物事件扑克、卡桥侦探调查中，也请着家人、中青校园长者前来参加，让动物园不只是小朋友专属的所在。有这么多知识我们可以学习的，真的很好。就很多保育类动物，当然现在都已经生态什么都被破坏，那也影响到他们的生存。对啊，对啊，很高兴这可以参加这个活动。除了室内课程，校园嘛进行实际监督，透过户外课程实践训练，了解安怎保护动植动物，无形中嘛提升长者对新科技的认识和应用。像小猫熊啊，或者像一些大家比较不知道的，像蛇颈龟啊等等的动物，然后其实各自动物都有就是不一样，面临不一样的危机，然后就希望大家透过我们的介绍，可以更加了解要如何保护这些动物。基本上老人对动物是非常喜爱的，可是但是要知道虚拟的动物出来跟实体的动物确实是有一些落差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跟动物园的结合，看看是否可以撞出一些不同的火花。动物园志工即个将一群鹅请出来，和长者近距离互动，那教育大家嘛，达到外教老学教老，过着充实老人生活的每一天。记者刘德宇台北报道。